你胃也太大了，对啊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吃鲜肉了，啊，对吧？尤其是小鲜肉，对，小，所以我带你吃，有卖小鲜肉笼包，小有小正好小鲜肉笼包，对对对，而且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，太棒了，你跟我进来，好好好，对对对。 很照哎，你刚刚直接走进来，然后就放好在这边呢。可是因为我印象中，我记得宜兰的小笼包好像需要排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是走 VIP 行程？对，你在人家休息的时候，我跟老板说，兰兰要来，务必要帮我留包场一下，所以这现在是他们的休息时间，我们可以好好享受我们的小鲜肉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就是你点完之后，你有没有算我们今天到底花多少钱？ 我们总共的旅费好像只有一千，我刚刚买的什么？我们刚刚吃了葱油饼嘛，两份葱油饼，一个40，两个80，然后我刚刚买饮料好像也是一杯多少钱？40块，也是40块，是一杯40，40，一百六，现在160了，然后这个是一笼90，90，这个一碗要30，30，所以我们花了280。 可以啦，哎，两百八，一六三五减掉，哎，绰绰有余，你在干嘛？可以，哎，可不是泡汤，是比较贵吧？我们要泡那种，没有啊，你想要泡多高级？奢华的那种啊！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现在只要好好吃你的小笼包就好。好，真的，小鲜肉红包，快点趁热吃。我现在吃它的原味，看看。好。你没有浪费，你喷出来了。哎，精华。 被你浪费掉了呢！怎么样？还好吗？哎，吓到了！等一下，你也喷太多出来了！讲他汁这么多，我刚刚就跟你说他是薯汁多了，哎，你喷好多，我吓死我了！他有多少汁在里面？没有，桌上全部都是。对啊，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因为我要咬半口，但摄影机可以拍到他的剖面，结果没办法，结果一咬，整个像瀑布一样，整个流下来。 可是我这个好像已经没有撕，因为我这个好像破洞哎。你试试看，这我有点破洞。我现在觉得它的肉很鲜甜，我现在才能够好好感受它的那个汁的感觉。嗯、它皮是很薄哎，皮非常薄，然后肉很鲜甜。嗯，重点是它的葱非常的香。哎、欸，它原味也不会，就不会觉得没味道哎。原味超级好，其实不一定要干酱，我觉得。而且我很爱吃，因为它的也有点偏甜。对。 哦，对不对？你有感受到偏甜吗？我是台南人的偏甜，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还是葱加在一起，可能会比较带起那种。我觉得它的汤很鲜甜的那种汤，感觉是就是在里面肉汁在里面就是熬很久，然后完完全是精华。